金色的那种 bling bling 闪光很闪的那种，然后金熊猫全世界最好的电影都来到了这里。今天感觉这次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，但是我还是挺愿意参加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挺感兴趣了，而且熊猫都这么可爱，我今天还是挺期待看见小熊猫呢。我觉得挺好，这个城市成都挺合适这种活动了，而且都是关于熊猫，所以如果不在成都举办了，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城市更合适的。